大家好，我是塔卡，我现在人在洲际棒球场，然后今天是这个没有威助的板神日。那没有威助的板神日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应该听起来就像珍珠奶茶里面没有珍珠，大概是一样的意思。然后，因为我之前上次来洲际这边看经典赛的时候，发现蛮多人是没有在用 PTT 的。那我知道在 PTT 上面，很多人都对灌注这个行为呢感到非常生气。今天的媒体应该也不会有所谓的威助加油这些的应援的东西。那我想来去看一下现场的一些观众，就今天还会想进场的，他们是真的很支持兄弟吗？还是其实也是想要来助威的？那我们先来去抓人来访问一下吧。因为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是快四点了，那今天是2点就开始，然后这边刚刚应该是有一些活动啦，但现在就只有在放板神的音乐。然后老实说，我觉得整个球场里面没什么板神日的氛围，就只有这个 Logo Lacy 的歌，那就是这样。其他没什么加资源的氛围，我老实说，对，先这样吧，我们继续去看一下。有注意到吗？就是没有威助。然后板神日的吉祥物，那个今天那个 Kita 有来吗？但也不是他，就是小翔。我觉得就是整个甲子园感不足啊。啊，然后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，甲子园今天说是大家俗称板神日，但其实今天是板神甲子园球场日。那板神甲子园球场不是隶属于板神府的，它是隶属板神电气铁道下面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跟球团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。但是其实你们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它其实也不太算是专门为威助办啊。但是我真的老实说，没有威助的话，这日应该是办不成的啦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吧。这边是今天的有关板神的商品，球衣、T 恤。一些 T 恤还有帽子，但是都是跟兄弟联名的。然后袋子、球，这些是什么抱枕，还有一些牌组，亚克力牌。这个造型小包其实蛮可爱的，去看一下有没有在卖啊。其实想来买联名商品的人还是很多哎，而且是多到我有点惊讶，其实没有。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是。你知道今天要办一个主题日，就是会这么多人想要买商品，然后商品摊只有这样小小一摊而已，排队排到这边来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可以去拿的，在楼下。楼下吗？不知道我们发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谢谢，哥哈。然后第二个，应该不算第二个吧，第三个有关甲子园的东西，这边拍照的地方。然后好像现场有附一些球衣，你可以直接进去拍吧。啊，我是自己有穿的，村上的，好吧。你好。上次有跟你在转 BBC 的时候有问。哦，有。我今天是来看那个没有威助的板神。我也是。谢谢，我再去拍一下东西。谢谢你。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边不知道在排什么。那我很想找那个威助加油发散者那边，不知道是这里。好像是哎，那我刚刚终于找到今天就是在网上发起这个助威的，算是召集人吧，其中一个 OK， 然后他们今天就有发这些文宣品，你可以说一下你们今天文宣品有哪些吗？就是除了这个扇，哦，对，我们还有旗子，我们两款旗子，然后我们还有海报，然后我们还有贴纸，哦，我们贴纸很漂亮哦，刚刚看到一贴，对，还有毛巾。那所以你们都是就是自动自发，觉得对中信兄弟换注这个事情感到很生气的一群人吗？对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在换注之前就买好今天的板神日的票了吗？有些人是之后才买的。哦，那你个人是？我吗？我基本上因为我是高雄人，所以我都在澄清湖都支持他们。哦。对，为了特地觉得板神日的话有就是板神林徽助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想。可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大家很生气，就买票更多。对，我今天就是，我算是也是贡献了一张票啦。
对，这样子不知道到底好不好。然后我这今天帮我摄影的这位摄影师，他是20多年的兄弟们，然后就结果今年也都只有进场一次，就是因为换柱之后就没有再进场了。对，所以就真的蛮生气的。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微柱的板神是就不叫，就是我刚的形容是就像珍珠奶茶没有珍珠的意思，差不多。对，你们会觉得今天的希望这个被中信兄弟看到吗？当然希望他看到啊。对。但是我老实说，今天应该是媒体上都不会出现这些东西啊，所以我专门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你们来帮你们拍一下。谢谢。不会。那我希望这个之后会有一些好的结果啦，至少出来说明一下嘛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至少说明一下，我们可能知道要回来有点难，但是最起码也出来说明一下。对，就不要说什么这样子有比较好的发展哦，这个鬼才信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丑闻吧？对啊，所以也不像日本那个山川，对啊，最近弄成这样子，还是之后搞不好还有球打，威助这个换成这样，我觉得有点没道理。你要找一个2008，然后8连胜教练，突然被换掉。突然被换掉，突然说没就没有，对，大家他们真的很生气。那对这个文轩，你们明天还会发吗？对，明天还会，欢迎大家一起支持我们。虽然我也但是感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托大家来支持我们活动。嗯，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那个大家自动自发自己印的，对，就是大家自己捐钱，然后自己印的这样。然后这些全部都没有钱。那就连基本事情，大家全部都懂。这叫做微助自工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海外顾问议员团。对，海外顾问议员团，大家欢呼一下吧！微助加油！支持林微助多久了？我从2003年开始。03，很早哎。那就是他根本就还在二军的时候嘛。对，然后而且他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是本科生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的，就跟我们留学生一种感觉。他也是有跟我们一样的人在里面，其实那时候在日职的球员很少。对，我那时候我大概是2006年关注到他，然后那时候我其实看日职也没那么多，但我就会觉得说，竟然有个人可以有个台湾人可以扛到板神的四棒，我觉得超屌。那时候才开始关注。而且他那个时候很惨，有基本支线哦。对，基本刚崛起的时候。对，还有牛骨，还有马桶。对，他还可以扛到四棒，那时候很厉害。对，这些很强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他，我就觉得他真的。对，我觉得他球运真的有很好，就是对啦，球运比较差，但实力是真的有。我觉得当教练实力也是有啦，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。其实我觉得蛮难过，就是他在板子的时候是外人，所以我们交情比较难。那个兄弟在台湾自己的地方也被当外人这样。就是这个真的是对啊，对，听到没有，兄弟的中信兄弟的高层，我不知道到底是得罪到谁。也许是真的传说中的那个亮先生啊，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希望好了之后，希望就有好的结果。谢谢。至少出来说明一下。那感谢你们今天的帮助，这样子，谢谢。双面海报，这个前面这边是两面都是一样的，这些都是大家自动自发自己花钱去印制的，扇子也是。那最后微助加油啦，好不好？今天的比赛就不重要了，微助加油。OK。然后我刚刚找到了另外一组，也是今天自动自发来发这些文宣品的。那请问你也是专门来看这个没有微助的板神日的吗？对啊。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就买票的？原本5月的时候就抢。五月的时候就买了，所以你是换柱之前就已经买好票了。对。那会有被诈骗的感觉吗？会啊，因为确实觉得蛮失望的。蛮失望，这缺。对，那你们也是自动自发，就是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出钱来一直帮微助加油。对，真的是很感动。微助应援这样。对啊，但是老实说，这个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啊。但我还是希望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说今天这个可能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。然后我老实说，我也没有拿到过中职这边的一些，就是他们也没有邀请过我啦，所以我也不怕得罪他们。那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帮你们拍一下，就是。讲一下兄弟你的心声，这样子就是大家对换柱藤真的还是很生气，这样对啊，太突然了，真的太突然了。你是算是支持林威柱很久吗？还是其实是兄弟球迷？是算中信兄弟球迷。哦，了解了。所以你们也是对换掉2连霸，然后还8连胜的总教练觉得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觉得这样记录都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哦，了解。你们明天也还会来吗？会。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明天还要来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拿一下他们这个文宣品进场，看能不能多少被主流媒体拍到啦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做得在蛮严重，已经到有就是球迷会自动自发来印这些东西，你们中信兄弟的高层还不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非常感谢你，非常谢谢你们自动自发来
助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助威。好，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威助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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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助加油。那接下来这一步，小强这一步呢？好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来，小强到这一步准备，谢谢，加油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有威助的吗？对，没有。好的，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喊一声威助加油吗？谢谢。那我应该等一下先回去剪片了。然后今天在这个阪神日、阪神甲子园球场日的体验呢，我觉得如果以主题日来说的话，大概只有40分吧，就是。你做一个阪神甲子园球场日甲子园球场的氛围超级不够，你好歹场内也多弄一些东西吧，比如说稍微弄的黑色的啊，试试看嘛，你都收了这么多球迷的钱了，办好一点来嘛。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以一个球迷来说，哦，不对，以一个上礼拜才从甲子园球场回来的球迷来说，这个真的我觉得不太及格啊，就只有看到前面的那边。那边有一个主舞台，然后几个壁挂，然后中间会放罗伯罗西的歌，就没了。那然后重点还没有威助，还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威助，这些就随便办了，也不一定，我不知道。那总之就是我觉得真的还好，就是这个主题日来说算是失败，我觉得挺失败的啦。对，那不知道讲了之后会不会被封杀，反正。我也没有被邀请过啊，对，我是自费，我今天是自费来的，我只花了450买，但还没有门票可以买，只有在内野上层最后一排，哎，最后再看一下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有看说什么有一些球衣，什么藤川球的球衣有展示之类之类，但我都没看到，我走了一两圈没看到，就算了吧。那好，就先这样吧，这个阪神甲子园球场日就先到这边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个威助加油，拜拜。更正一下，刚刚早上在那边看说有今天有那个球衣展示，原来就是在这里这一区。我刚才看到这里，这个是金本的球衣，然后刚刚有看到有人穿这个是19号，是藤浪的，富吉纳米的嘛。然后对，就是这边就可以借来穿去拍照。我以为是什么实战球衣展示，怎么还是我记错了是吗？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就不进去拍了，我